在想什么呢？怎么我刚办完工就看到你愁眉苦脸的？是等我等得无聊了，还是这本书不好看啊？天地良心，我可没有，是你看书看得太入神了。不说走路的事了，你刚才愁眉苦脸的，到底怎么了？哎，谁说不是呢？最近一周来公司，从早到晚的，除了开会就是开会，我也烦得不行。真想找机会休息休息。既然我们一样烦恼，要不和我一起玩点什么，放松放松。那可没有，开会是真的，想和你一起玩点什么放松放松也是真的。只是古书有云，以退为进的卖个惨，更能让愿者上钩嘛，所以我就发挥一下咯。这个嘛，其实我目前也不知道。前一段时间，我让温晨去搜罗了一些新奇好玩的东西，好让我带着你体验体验。然后早上他就拿了个包裹过来，说是什么新款实体游戏，很适合情侣玩。只是我今天很忙，还没来得及拆。要不我们现在一起看看？确实，我们先看看这游戏是怎么玩的。这上面说玩游戏的恋人们需要先按照规则画出图纸，然后每天任意选择其中一个起点，每个起点通过交错的线条会随机指向一个终点。有意思啊，听上去挺有趣的。当然了，这个世界上怕是没有比我们俩更真心的恋人了。怎么样，姐姐，要不要和我一起试一试？要不明天，今天我都忙到这么晚才下班了，都累坏了。我想就先在这里休息一会儿，等会儿再回家。让我在你怀里眯十分钟，不，五分钟，好不好？就知道你最好了。
师小姐。不是不是，就是刚才有个奇怪的人来找你，让我转告你说他在门口等你下班。是啊，顶着一头粉毛，穿得很，怎么说呢，很潮流吧。虽然戴着口罩只能看见眼睛，但我感觉应该挺帅的。哦，对了，他还开了辆很酷的跑车，车身上还贴了很多花里胡哨的贴纸呢。好。怎么，我简单变个妆你就不认识了？总是像以前那样简简单单开个车来接你多没意思啊，偶尔也要制造一点小惊喜，来点不一样的下班体验吧。怎么样，我今天的特意打扮有没有让你眼前一亮？谢谢夸奖，那我们现在回家。成了，图纸搞定，现在我们可以开始游戏了。这个任务是一起拼豆，拼豆是什么？原来就是这种类似像素风的手工小玩意儿啊，看上去还挺有意思的。虽然我以前没做过，但我对自己的动手能力非常有信心。这个嘛，我们俩一起拼，当然是拼和我们有关的了。要不就拼我和你的大头图案，哎，你看，这还是说明书上推荐拼的恋人样式呢。行，先熟悉一下工具。那练手选什么图案呢？紫色小猫，一点都不难，轻轻松松。说怎么要做紫色的小猫呢？感情我才是这只猫啊。
好吧，这次就先放过你。是很可爱，不过我觉得还稍微少了一些东西。怎么样，现在才刚刚好吧？姐姐，晚安。我希望从今往后的每一个生日，都能跟握着我手的人一起度过。既然姐姐已经做出承诺，那就不能再后悔。我希望能与你携手而行，共赴繁华。你是不是要下班了？没什么，就是来关心你一下。你现在走到窗边看看，
不是，你往天上看。哎，你们看，那是什么？哇！哎，画的是笑脸哎。好大一个！哎呀，工作了一天，看到这个，我整个人心情都变好了。我也是，而且你发现没，我们运气还挺好的，恰好能看到一个完整的笑脸。这有什么？要不是怕太张扬会影响你上班，我就让他们安排写你的名字了。怎么样，这个笑脸有没有让你的疲劳值下降一些？那就好，你能比中午的时候少累一点，我的目的也就达到了。好了，我得先去签个合同，一会儿家里见。今天我们选哪个好呢？是啊，看不起谁呢？不就是看个月？哎，看起来的确如此。而且我们足不出户就能完成。你先闭着眼在沙发上坐好，马上就搞定。好了，可以睁开眼了。怎么样，我这主意不错吧？想要什么样的月亮都可以，新月满月任你挑选。啊，环形山？原来是这种，对我来说，小事一桩。
一见。小姐，请慢用。二少爷没和您说？没有。这个，哎呀，这真是。康伯，哎，你回来了。啊，这不是我想给你做顿饭吗？谁知道怎么弄都弄不好，这已经是炒糊的第七回了。我也是这么和二少爷说的，只是二少爷他……康伯，我先去厨房了。抽到什么任务都好，就是别让我们抽到什么一起做饭就行。我想和你打个商量，这个任务我来表演，
你来讲故事，怎么样？没问题，我也准备好了。小红帽，大灰狼我会，是不是这样？这怎么能行？讲故事不带笑场的，继续继续。啊，好痛啊！这个剧哎呦，好痛啊！哎呀，真的好痛啊，要姐姐亲亲才能好。嘿嘿，的确没有，不过剧本容得你改编，难道我就不能改编了？有点睡不着。我知道了，经过喽，快睡吧。
今天下班这么早啊，能来画室等我？我可没分心，只是对你心有灵犀而已，所以你一进来我就感应到了。当然是在想坐在我身边看着我画完这幅画咯。我再给这幅画收尾，马上就好了。是想象中和你一起过的另外一种生活。不过这也只是我的幻想之一，以后有时间我要把所有的可能都画出来。看，还差这山脚处的小木屋就完工了。准备好了，对方的歌单啊，那我们先交换手机。我已经选好了，你呢？那你先说吧，让我来听听你选了我歌单里的哪首歌。没想到你会选这首。没问题，只是在你的歌单里我选的是他的不息。而且你知不知道，这两首歌虽然独自也成曲，但合并在一起才是他新专的主打。你这反应就是不知道了，那刚好我们一起听听。安心睡吧，我一直在你身边。
你来啦。啊，小姐好。不用，你来的时间刚刚好。嗯，啊，这个奶茶真好喝，哼，下班有人来接的感觉就是不一样。文臣，剩下交给你了，我先走了。好的，二少爷。不开车，今天想和你一起坐公交回去。因为我也想体验一下像普通人那样和恋人一起慢悠悠回家的感觉嘛。路线我研究过了，坐地铁的话时间太短了，还是坐公交好。说到这个，我早有准备。今天累不累？要不要休息会儿再玩？我也没问题，那就开始吧。这个任务好轻松啊。我来看看啊。哦，这是全球目前所有频道现在正在播出的节目单，你想想看。想看什么类型？纪录片还是什么选秀综艺？我也行。要不就看这个，我记得这是合印最新投资的一档恋爱综艺，好像这段时间还挺火的。听上去你没看够，看来你对这档节目评价很高嘛。哪里好看？能不能说得再详细一点？我决定以你的评价为准，然后给投资这个项目的负责人反馈。那当然得好好听了。我只是给自己找个柔软的抱枕，你继续，我听着呢。
有我牵着你睡，一定会做个好梦。没事儿，开会嘛，这种事我见多了。你累不累？饿不饿？我们要不先去吃饭？我知道附近新开了一家餐厅，还不错。嗯？怎么不说话了？是饿坏了？这可是你说的哦，不许反悔。刚才等你的时候我已经想好了，每迟到一分钟就给我一个吻。是啊，因为我太了解你了，等了你这么久，你一定会弥补我。好了，我们先去吃饭吧，你一定饿了。你答应我的补偿现在到了兑现的时候了。没问题，这就开始。是啊，你刚说到旅游两个字的时候，我就有主意了。嗯哼，这我可要先保密，你先说说你想去哪儿。你说了，我就揭晓答案。要我说就天马行空一点，
去放放羊，骑骑马，种种地，或者干脆住在哪儿，体验一下当原住民的感觉。知道了，我们可以去新斯塔。是啊，那里远离其他大洲，风景极为特别。至于你说的田园生活，更是他们的特色了。我这就揭晓谜底。你往外面看看。看到什么啦？答对了。想和你去的下一站就是天空。用天空来描述有些不准确，用宇宙这个词会更合适一点。我想和你一起在外太空穿梭，在星际中旅行，在宇宙中漂流。啊，虽然现在的科技水平还有待提高，但光想象一下，是不是也挺浪漫的？临睡前再抱一下，当然没问题。晚安。你去哪儿了？怎么我刚洗完澡连人影都不见了？纸条？什么纸条？床头柜上。哦，我现在看到了。请看到纸条的陆景和同学驱车前往画室。难怪你不见了，原来是给我准备惊喜去了。原本想让我自己发现，
却没想到我直接打了电话。这不是我担心你吗？刚出浴室，身上衣服都没穿呢，没看到你就急得不行，嘿嘿。好了，不逗你了，放心，没有破坏气氛，反而让我更加期待了。而且我相信你的眼光，你永远都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。那我稍微准备一下，就到画室来找你。哦，对了，你想看我穿哪件衣服？你特地准备的惊喜，我的打扮也应该与之相配嘛。嗯，原来你喜欢那一件。我知道了，等会儿就去换。哦，除了衣服，还要添点什么装饰好呢？你送我的耳钉，还是……啊，感觉我准备的很隆重。被你发现了。因为在这特别的日子，我也有很重要的话想说。等着我，见到你的时候我亲口告诉你。可能因为这是最后一天了，所以就不想让它结束。别多想了，这轮游戏结束了，还可以进行下一轮嘛。只要你想，我愿意天天陪你玩下去。而且做完了今天的任务，我们就是被认证的真心恋人喽。哼，我也不知道，也许更搞怪也说不准。不就是拍大头照吗？不用这么麻烦，直接买一台到家里就行了。这样一来，以后想拍的时候还能随时拍呢。二少爷，都已经准备妥当了。知道了，你们下去吧。好的，二少爷。怎么样，还不错吧？那我们开始拍吧。这里请。Thank you.
是按这个吧。啊，等等，我还没想好姿势。啊，这。再来再来，这回我知道该怎么摆了。我们一起蹲下来一点。我们拍了这么多，你最喜欢哪一张啊？这张，那这个，那是哪个呀？是啊，七个任务看起来挺多，做起来感觉还是挺快的。看来我得给这个游戏作者提提意见，把数量再增加一点。当然了，这些小游戏挺新奇的，我以前都没怎么玩过。更重要的是和你一起玩，就更想多体验几次嘛。前一段时间我让温晨去搜罗了一些新奇好玩的东西，好让我带着你体验体验。然后早上他就拿了个包裹过来，说是什么新款实体游戏，很适合情侣玩。只是我今天很忙，还没来得及拆。和我分享感受的时候都不专心，到底在想什么好玩的呀？很简单啊，就是一想到我们会在一起很久很久，而其中的时光也许大多数都是重复而又平淡，所以就想尽可能的每天去创造一点点不同，或者寻找一些别样的体验和你去经历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在一起的无数个平凡日夜，在回忆起来的时候，也会有着不一样的精彩。我还有礼物，这是怎么听着像高级版的传纸条啊？原来是这样，确实挺不错的。
一点都不幼稚，对我来说刚刚好。而且不是你说的吗？这个礼物与我不谋而合。何止是喜欢，是很喜欢很喜欢。我本以为今天的惊喜与精彩已经足够了，没想到你总是能够在我的意料之外带给我更多。多到我不知道该如何回报你。啊，我知道了。我可以让以后的每一天像今晚一样记忆犹新。我现在只是在寻找灵感，看明天可以传什么话给你。等了那么久，可算等到你来了。我的头发手感很好，那是当然，我也从来没有脱发的困扰。和你聊天真让人开心，这样的你真可爱。不想做律师了可以来合印，随时欢迎。为了钱不择手段的人都是社会的渣子。画画时想着你就会灵感不断。你真是我的维纳斯。爸爸和哥哥将合印交给我，我绝不能辜负他们的期望。系上外套的扣子也太无趣了，你觉得呢？这样的你真可爱。画久了肩膀稍微有点酸，能帮我揉揉吗？对自己的魅力我一直很自信。又来看我了，你这不是挺关心我的吗？下一个休息日要不要在一起去看萤火虫？你果然还是舍不得我，每次都不愿让我等太久。看到你这么想见我真让人高兴。又我希望从今往后的每一个生日都能跟握着我手的人一起度过。
Thank you.